最美的画面记忆。你有没有发现从他们服装的穿着设计风采当中，你有没有感动？有啊，而且我刚看到我都觉得哇，我好想成为那里面的模特儿哦。是，等你身高有165以上再说。哎，这样子怎么办呢？我要回去找我爸妈讨论一下，我怎么身高回流了。很漂亮耶，那我好羡慕哦。好，真的可以穿到这样子的。谢谢，那我们请所有台湾小姐以及台湾先生，请回座休息。